现在所在位置是大北市新港区的新邦银行大楼前，自从爆炸发生以来已经30分钟，画面上可以看到，目前仍有人患在担架上被救护车，而旁边有十几辆救护车，爆炸发生的原因不是很清楚。 市长刚刚发布了紧急状况，请全体市民待在家里，没有必要请不要外出。再重复一次，没有必要请不要外出。 再给他一桶水，白费功夫。 是我们说了算。想必你很得意你的成果。还早呢，老头，还早。你的预告上说了，你为了大喜之日，准备了7个惊喜。我们知道你指的就是今天。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收到第一个惊喜了。告诉我。 剩下的惊喜在哪里？告诉你，就不是惊喜了，不是吗？啊！<笑>真是令人作呕，34条人命就这么被你践踏，而你居然还在笑，你的羞耻心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<笑>那是他们罪有应得，谁叫他们赚这种脏钱呢？啊！ 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叫你少说废话。<笑>你旁边这条狗调教的不错嘛。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方法让你开口的。<笑>